拉斯加的团队，他们去找到。那他们常年会在就是冻土层去，就永久冻土层去找东西，就他们找到就是这样，没有经过后续的这些处理，因为它本身就很完整。在就是时间作用里面呢，它又不是那么的久远，也不是像我们一般化石埋藏几百万年，对，是几千万年，它可能只有几万年，所以它的骨质里面的这些油脂基本上还存在，都还存在，还存在这里面。因为这么大的白猩猩很少见，对，而且一般人对于这个GG通常就会有点意思，对啊，这个讨论度高，然后